好多人。艾米没来，我们全队员。哈哈哈哈哈！又进不去了。可以过来。抽签分队，我的手太胖了，上不去。有几队？有几队？这是一张两张？两队，红队跟蓝队。今天要跟我们研究室的来玩密室脱逃，所以现在要分队。当初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Hello。红队，你是红队还是蓝队？啊，恭喜啊！啊，为什么要同一组？是吗？是吗？也不一定要啊。也不一定要啊。今天怎么帅？因为跟昨天一样。跟昨天一样。今天的帅度跟昨天一样。这样子啊。是的。大概两个人。对啊。放肆。啊？放肆。现在有点搞不清楚。放肆有奖状。对，这边全部都是，全部都蓝队的。哎、欸，哇，这底下好多，快点，这底下。我们队有活死，你回来了是？为什么？活死，什么叫红队活死？活死，活死。大班，嗨。你怎么一脸迷茫的样子？线肯定好了，这些啊，没有问题。要准备进去吗？还没，要等一下，要等一下，到自己先等他，我们就进去自我介绍。等一下，这样子。是跟语言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如果有什么特别的，或者是民俗风情不一样的，那个都 OK 啊。好。对，简化、荷兰化、国师生。我们这一队的阵容坚强。然后到幼儿组，从幼稚园到博士都没有问题。就是那个幼稚园也是也在追，然后有便利店什么？对啦，对。OK。他们害怕吗？所以这个是其他人的记录排行榜，半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在录 vlog。对。好，那各位这一排先后面两排的，就是你们已经选好了嘛？因为你们都是四位要坐的，一定要有一半的人先坐着。那这边也一样，要有一半的人坐着。你想干嘛？所以坐着要一直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走就对了。然后没有坐的人要用跑的，不要靠近的太早，用爬的嘛。站起来啊！啊我们不是说那你们小马哥出动了。
我们穿那么帅，结果我三个小时没出来，服装跟能力不符。我们现在要进场了，进去之后就不能录影了，所以赶快把握最后的时光。停停停！哎呦，要进场了！你们怎么那么直接感觉？好，我们要开始进去了。现在吗？线索在这啊！啊，是啊，哦 ，sorry 啊，好，拜拜。那我们就是要看上面的图，看这个上面的文字是哪个，把它解成密码。坤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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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我们玩完出来了，然后我们队赢了。这边都是在场的，都是他们队的。对，我现在不能太高调。恭喜老师出书。什么？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对戒，在座就剩你们两位喽，剩你们两位喽。请升旗。但是我们是没有假的。